我们希望带给小孩的是一份的希望。只要我们把这些孩子教好的话，慈济教育的力量就更大。传承经验，分享妙法，慈济雪龙分会教育团队与马六甲教育志工分享有效的带动方法。今天我是看到了玉清老师他的身教影响整个教育团队的这些师兄师姐、跟着他一直拼，在这个、教育的道路上很用心，这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必须要省我们的时间，这是很重要的。要接引家长、老师还有带动团队，并不是简单的任务。但透过这场交流，马六甲的教联会老师还有大爱妈妈找到正确的方向。你永远上课程的话、你还是停在那一块的。你唯有怎么样出来付出，当妈妈的素质、品质和理念有的话、我们可以扮演很大的角色。老师方面呢，他如果可以跟我们更加配合的话，可以把那个效果带得更好。以老师心、菩萨心传递智慧，让爱再传出去。大爱新闻吕佳佳、邹一吉，马来西亚报道。